林盈盈，在台中土生土长，热爱动物和美食，曾经身为动画产业的一员，自2021年后逐渐跳槽，开始走向漫画创作，作品有《大猫族再见庙东》和《明天》，还有《后天也是》，擅长讲跟动物有关的故事，以及描绘动物的表情。非常庆幸这辈子有两只鹦鹉和一只狗狗的相伴。大猫族再见庙东，在一道诡异的光芒爆发后，城市里所有猫狗都变得比人类还大，又会说话。顿时警笛、人声、动物嚎叫声涌入原本就很热闹的庙东夜市。主角和所有大猫的命运将在黎明前闯出结果。